有着甜美清秀的外形，韩团 TWICE 人气成员子瑜出道以来，在全世界受到大批粉丝喜爱。日前，子瑜趁着农历新年返台，放了13天长假，在上个月底回韩国后，就一直没有更新 IG。没想到日前，她突然晒出多张在餐厅用餐的男友视角美照，穿着黑色皮衣外套，内搭白色针织衣，子瑜频频对着镜头露出超甜笑容，清纯模样让网友们都暴动了。就连 Facebook 官方小编都被子瑜的美颜迷晕，跑到贴文留言写下令人惊艳的子瑜，短短3天就吸引近175万人按赞，只能说子瑜的魅力实在是无法挡啊。而子瑜也在团体上个月新发行的英文单曲中，在副歌部分站上 C 位领舞，感动大批粉丝。接下来将在3月10日发行第12张迷你专辑，让全球的 ONCE 们超级期待。也有不少粉丝向子瑜暖心喊话，要他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，准备接下来的新作品。